大家好，我是胡夫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款 AC01A 的绿色萨克，对，台湾的翻译它叫做萨克，那大陆朋友可能都称呼它为扎古。在我小时候呢，萨克号呢就是反派的机体，虽然我对钢弹系列呢涉猎并不深，但是这个机体就跟原主钢弹是一样的，非常有代表性。那之后也会出红色，还有其他配色的版本。它的这个火箭炮做得很大，而且它是有发光的效果的，发光效果在前方这里。那这个地方打开之后呢，我觉得吧，它这个不是很方便啊，你要前后两侧都打开，灯在这里，那灯的话呢要推出来，推出来之后的话呢，这里呢有一个按钮，按下去之后呢会发光，那转进去的时候呢，你还必须要转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啊，转到正确的位置，这个头呢才能够伸出来，这个是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啊，如果说用磁吸，对不对？现在都有一些磁吸触动的开关啊。那这个灯的话呢，它一段时间之后自动就会熄灭，所以也不用担心它灯会全部把电源消耗完毕。那它还有附带一个特效键，这个是一个喷射出去的一个特效键啊。火箭炮非常的长啊，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这个灯就会自动灭掉了。然后这个握柄的部分呢，可以做一个调整，配合机器人的手型。那瞄准镜的话呢，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动。上方有印一些字体啊，各位可以看得到。字体的印刷还算是比较工整的。那这一把枪，另外一把机枪，机枪的话呢，它是可以握在手臂的中间。我们把手臂、胳膊转出来好了，转到这边给各位看一下，它的手臂的中间是有一个凸，我们把它弄出来，你看这里有个凸啊，可以协助呢，我们把武器握得更稳。那这个枪的话呢，一样侧边这个握柄是可以做一个调整的，上方这个转轮不能动。那印刷的话呢，还是印得比较清楚、比较清晰一些。这些的话呢，都是在之前好像有一个所谓的萨克2.0吧，因为那个系列我没有收，但是我网上有看一些资料，上面这一些印刷字体其实还蛮多的，而且印得都还蛮工整，各个部位细节的呈现还算相当可以。那玩具拿起来很沉，所有的配件拿起来的话呢，超过1000公克啊，也就是1公斤以上。那这里超大的展件釜，这个地方一样有一个插孔可以握的。那展件釜非常的巨大，上方这个部分可以单独再做一个转动。那它的话呢，长度这个应该是足足有30公分了，反正比它的本体还要再长一些些。那也很沉。那其他还有一把小的能量釜，小的能量釜的话呢，这里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可以把它扣在侧边。那小的能量釜的话呢，这样扣上去，OK。但是拿这个小斧头就感觉好像很逊了啊。那对了，这个还要提一下，它这个是磁吸的这个弹夹，这一侧凸的这一侧啊。这一侧去碰，它会吸住啊，另外一边的话就吸不住了啊。那一共附带了3个，那另外2个处的话可以扣在这个腿这两侧，这个的话一样可以移得过来，可以扣在这里。好，这样子，那这个的话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点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它细节，它的头这个眼珠子的话呢，左右转的时候呢，它这个眼珠子的话呢是会有一些巧妙的联动的。好，那头部的关节不错啊，它可以再往上再拉一些些出来，左右看都是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可以看一下这里还有这个的话呢是一个这个袋子，但是有一些弹簧在里头。这个侧边这里也是一样，你可以稍微再拉一点点。然后肩胛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，可以拉开来。各位也可以看到里头，其实它分色做的还可以。虽然我对模型真的很外行，真的我真的很外行。手臂的平举，然后这个二头肌可以转动啊，非常的紧实啊。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里头这个部分都是一个合金的部件，包括手肘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合金部件。那据说吧，好像原本的2.0什么萨克版是有液压管，那这个玩具有做一些简化啊，也就是就少掉了一些原本的一些模具，等于是放大的简化版。然后侧边这个肩胛一样啊，是可以转出来的啊，里头，然后这个地方一样可以放进去，手臂平举，头肌都可以转动的，手肘一样可以弯超过于90度。那指头的话呢，就是根部，拇指的根部有一个关节，然后其他。四指的话呢是根部有关节，还有中间还可以再折一下。那拳头内外也是可以动的。那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他身上的涂装，还有他的倒角的处理，各方面看起来的话呢，包括我从侧边打个勾边光这样看过来，效果应该还是非常的不赖的。裙甲的部分呢分的比较多片啊，这个地方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那这里玩的时候注意一下，你如果掰得太用力的话呢，它是会喷溅的。这里的裙甲呢也可以左右分开，然后这里。可以往后面放一些，这个地方我记得是可以推进去打开来，那里头也可以看到，里头都是一个合金部件的，所以这个玩具本身非常的沉。它的背包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以为这个地方是可以转，其实不行。那后方的这个细节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吉翁军的标志啊之类的。
那腿部的话呢，侧边这里刚给各位展示过了，膝盖可以看到大量的合金部件，往上整个转到这么多，大概可以转到这么样的多啊，有点出乎意料之外，这整个金属片还能够延伸出来，这看上去还是挺爽的了啊。然后脚的接地的话，稍微空间稍微小了一些些啊，鞋尖可以另外再举上来，然后脚底板啊，看到非常大块的合金部件，那整个一个玩具的这个手感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字，就是很沉很重啊。那虽然说我个人吧，对于钢弹系列的话呢，是属于比较外行，不过就一个看机器人看了这么多年的中年大叔来说，这一款的展示效果呢，还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啊。那这个展示的地台的话呢，它的唯一的缺点吧，我觉得因为这个玩具本身很重，但是你这个凸呢，它却是一个塑胶件啊，我感觉有一点点小小的恐怖了啊。然后这个组合的部件的话，是从后面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孔洞，我们从这里把它给安插下去，这个地方这个滑槽是顺势往前面滑进去就可以了，这样就扣上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台的话呢，跟这个萨克的本体呢做一个结合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就是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款 AC01A 的绿色萨克号啊。总体来说，这是一款非常沉重、质感也相当不赖的一个玩具。那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钢弹系列的话，那你喜欢这种72:1的这个尺寸比例的话呢，你这款玩具你可以持续关注，因为后续好像还会有原主的钢弹，还有其他配色的萨克等等等等的一系列应该会持续推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